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允君，在《请和男护士恋爱吧》中饰演江寒。听说有一场吻戏拍了27次，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想法？其实亲多了也就没有想法了，跟亲手指一个感觉。天哪，谁战士零食，谁的饭量最大？周子怡。周子怡是他。周子怡他吧，平时吃太多，我劝过他，我说你别吃了，胖了他都。谁是撒娇王？金田，他那个自带的口音，哎呀，你干嘛了？如果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不分性别选择其他的角色，你会选谁？我想当安子浩吧，就是我一直没演过反派，想当一个反，先演一个反派试一试。你可以形容一下对金田的初印象吗？试戏的时候见到他，然后就是台湾口音挺重，我东北口音挺重，我当时在想，我俩到底谁能把谁带跑？后来万万没想到，让导演组给带跑了，让导演组带跑了。我看你干什么喽？